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坐回来，我是蔡小军。基隆塔最近登上了国际版面，在世界发光发热，而围绕在基隆塔周遭的呢，就是有基隆战争印记的防空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带大家来看看基隆市政府很努力，他们打造了基隆的新篇章。为您邀请到三位重量级的来宾，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文化局局长陈静平。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局长好。第二位是我们基隆市观光及城市行销处处长曾姿文。小军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处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基隆市都市发展处处长徐彦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处长好。刚刚说到这个基隆塔，其实在108年动工的时候，我那时候在现场，其实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没有想到这样的计划真的要落实了。那都发出他们非常的用心，我记录了这2年来缩时摄影的工程情况，我们快来看看。就是把我们的战争印记变化成文化绿洲，其中的基隆塔占了主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徐彦新徐处长，其实基隆塔的底座是我们的防空洞，我们要请教处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把这个防空洞跟我们的基隆塔做紧密的整合。好，那大家都知道，基隆其实过去是一个要塞的地区，那很多的炮台大家都知道，可是除了炮台我们还是要有掩蔽物，所以很多的防空洞也就在这个基隆的各个市区里面，光这个中正公园希望之丘的山脚下，目前我们勘察这样子大概有4到6个系统的防空洞的系统。那现在的基隆塔的山脚下是有2个系统在那边，然后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工程的部分是把一个系统的整个防空洞跟这个基隆塔这个整个结合进去。那未来大家去基隆塔坐电梯到主埔潭的时候，其实会经过这个防空洞，然后延续去做。那除了这个系统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系统，大家都知道，就是在信二停车场对面的一个防空洞。然后对面这个防空洞其实也是一个系统的一个防空洞。然后我们留了大概2个状况的一个防空洞的整理，啊，现在也完工了哈。那未来会有一个电梯，直接从信二停车场，大家走到对面的信二防空洞上来之后，转过来。
那个你就可以直接到基隆塔上面。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信四路、义二路这一个基隆塔的所在的防空洞后面的防空洞也可以。那大家就可以这样子的巡，你就可以把它串接起来。那这个串接所包围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信二路跟义二路商圈。所以未来这里的信二路跟义二路商圈对面就是我们的夜市，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我们东岸游轮中心。那从这一整块结合在一起，就会未来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光一个地方。是，哎，这个说到防空洞，大家都会很有印象。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常碰到的防空洞，就是去防空洞吃牛肉面，这是我们那个年代大家的记忆。那虽然这个防空洞基隆市这么多，经过统计有将近有700个，那防空洞很多是自家的后院，如何把这些防空洞打造起来？那他们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其实我们文化局很用心啊，做了很多的故事整理，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局长。刚刚徐顺有提到说，基隆是要塞哦，所以防空洞特别多。台湾有三个要塞，一个是基隆，一个高雄，一个澎湖。那要塞大概都是重要的军事的一个港口哦。那当然它会受到敌人的威胁就比较多，所以我们在2017年开始执行文化部的再造历史现场的计划里面。在53个子计划里面，就有一个子计划，我们其实做了一个防空洞的特色的调查。那当时也有一个展示，化被动为主动哈。那这个是那个督发处执行的案子，在那个计划案里面，我们看到初步统计，基隆大概有682个防空洞。那这682个其实是我们查得到的啦。我想数量远比这个多很多倍，查不到的还很多。对，就是在基隆啊，很多人的家的后院或是家里的后背后就是靠着防空洞在生活的哈。那在文献中记载，其实在多数都是在日本时代盖的。那当然因为战乱嘛哈，所以盖了很多防空洞。那尤其在二次大战的末期的时候。美军进行大轰炸，大概连续炸了基隆4天。那防空洞对基隆来说非常重要哈。刚刚我要进来之前，小军还提到说，裴洛西来台以后，关键的热搜字就是防空洞哦，就它是防空避难的非常重要需求。那在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战争，没有其他的纷扰，所以后来会变成跟民众的生活场所有关。所以刚刚徐处长提到说，在基隆塔的要进去前的防空洞，其实这个长450公尺，然后宽300公尺的防空洞，它走到底的时候，它是民宅的背后哦，就我们走进去的时候觉得它非常的神奇。那基隆到处都看得到这种景象，就是我们家后门打开，它里面就是防空洞。如果不是战乱的时间，会拿来储存一些当做储藏室使用，很凉快哦。对，这个也是基隆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防空洞的一个景象哦。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一个全台湾唯一一个防空洞的餐厅哦，我想应该有很多市民朋友去过。那很多外地朋友来的时候都会指明要去这家，他会进去想进去看看，在防空洞里面吃饭到底是一样什么样的享受。河豚好多，对不对？对，真的，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因为民众真的发挥想象，把防空洞打造成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像我记得之前好像义二路吧，他那个夹在旁边的那个防空洞，居然变成美容院，那打开就是大家在里面做脸按摩。那还有那个防空洞是被拿来当展间，我觉得也是非常。然后有特色，我还记得文化局曾经在几年前有在徐子桑古厝下面，其实也有防空洞，也有一个展览。我觉得一进去会让你哇，好，原来防空洞可以这么的绚烂，是不是？请局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有了前街的防空洞的调查哈，然后加上督发处跟策展团队其实非常用心，一直在做所有防空洞的一个普查，希望能够再做再利用这件事。那我们大概从2018年的古迹日开始，其实就有一些防空洞的一些展出哈，包括2018年的洞洞特展。那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反潮的活动哈。我不知道小军记不记得反潮这个行动剧场，其实也透过行动剧的部分的方式，让大家进一步的认识防空洞，然后走到防空洞里面。那当年我们还在西岸的5号防空洞进行了一场
防空洞的电影院，那2020年的时候也有一个防空洞的小剧场哦。其实这些大概都是探索更多防空洞的可能性跟未来性哦，希望能够把策展跟艺文的活动放到防空洞里面来。是，哎，真的很有趣，策展跟艺文放在防空洞里面，会让大家对防空洞有新的想象。那当然各县市，如果你有去过比较军事要地，比如说金门、马祖，他们的防空洞也是非常好玩，都可以看到一些战争的印记。那除了跟历史画上结合之外，就是要吸引人来进来。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曾志文曾处长，其实在防空洞的流程规划，基隆市政府也很用心。是，我想刚刚文化局长也有提到，就是说，在基隆的这个防空洞将近700个，这是有调查到的哈。那这样的一个数量跟密度，应该是全台之冠呐哈，这么高的这么多的防空洞。那我想每一个防空洞呢，哈，它也是承载不同的这些历史的记忆哈，所以它登上《纽约时报》在报道里面，它标题就提到说，把战争印记变为文化绿洲。所以刚刚有提到，就是文化局在这个防空洞里面呢，也做了很多的文化的活动或者是策展哦，其实它也会是基隆的一个观光亮点哦，所以这个。基隆塔呢，其实就是在这个防空洞的这样的一个串接上，它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建设。那我们也曾经在2020年哦，推出了一个安心昼行夜游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其实它就是结合防空洞的这样的一个想象哈。那我们去结合了这一个百年防空洞，好，这个地方的一个廖天丁的这个传奇哦，然后带领一些游客来做一些防空洞的旅游。那这个防空洞的旅游呢，其实就是结合了这个廖天丁在这里的历史故事。那很传奇的是，他在这个地方暗杀了一个谄媚日方的这个密探，那当然这个日军这些警察就开始搜捕他，但是呢，廖天丁就在这个防空洞这边哈，在百余名的这个警察的这样的一个严密的搜捕之下呢，他成功的从狮球岭哈脱逃，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在当地流传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那也是结合了我们在地的这个地形啊，这些防空洞的这样的一个传说，所以我想未来就是说，在都发处的这些建设，还有文化局的这个整个历史的考究之下。那对整个未来的观光串联的部分呢，防空洞一定是一个很重要，而且是很有味道、很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游程的规划。那其实，在基隆的我们的这一些文化景点，或者是我们都发处的很多的这一些相关的这些建设，那其实跟官消处我们三个单位呢，哈，也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合作哈。包括像我们的阿拉堡湾，也是在我们三个局处的合作之下，成功开发了这样的一个旅游的亮点哦。所以这个登上《纽约时报》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印记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那也会成为不仅仅是文化活动，更是观光的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是，这就是看见未来，基隆的未来有这样的观光亮点，让大家印象深刻，当然就会在国际上发光发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基隆塔喽。在基隆塔完工前夕，其实我们的总统蔡英文蔡总统也特别亲自来视察，国旅客来玩呢，他就说了，不只有台北101，其实一到游轮旅客一下船就可以看见我们漂亮的基隆塔，快看看。那大概是50公尺高，那它刚好这个设计的一个角度是可以眺望整个这个基隆市区跟港口，甚至可以看到基隆港的港嘴。总统蔡英文视察即将完工的基隆塔，听导览边听边点头。基隆塔是市长林佑昌推动，市长候选人蔡适应争取经费合作完成。蔡英文期许这座建筑能够和101一样，成为新的地标。那么基隆是一个山城，也是一个港都，那么这座基隆塔将会把基隆的山、海还有城都串联在一起。未来坐轮船、游轮来的国际旅客呢，一来到基隆就可以看到这个新地标，下船以后呢，还可以直接步行到这里，搭电梯到山丘上，眺望整个基隆港，
以及整座山城。那么刚刚我们一起在观景台上体验过，景色真的是非常的壮观，那么也让我们深深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美丽哦。那么不仅是景色壮观，这座基隆塔的外观也很壮阔。刚刚市议委员也提到，它是以桥式起重机的外形做设计，真的很有基隆港都的特色哈。未来这项建设将成为台湾的重要的地标，那么国际旅客来玩不只会记得台北有一座101大楼，那么心中也会烙印着这一座基隆塔。那由学生来提案，然后市民票选出上山电梯的这个构想，所以今天的这个基隆塔地标竖梯是从民众的想象发展出来的，这是跟过去在其他县市的经验很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是在防空洞里面哦，对，这是在防空洞里面，我们办那个策展，然后让民众来选。这一个旁边都是民宅，可是要做这么大的一个结构，说实在是在工程技术上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好，所以这个整个的一个发想呢，就跟我们整个市港的一个设计是串联在一起的，所以它并不会跟其他的一个规设有违和，因为当初在讨论的时候就是一起把它做一个构思，形成整个基隆市的新的城市意象，也打造新的城市品牌。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应该就是规划完之后就不了了之了，可是我们事实上可以看得到，基隆市政府不但有好的规划能力，而且确实也执行了这个案子，如今已经接近完工的时候，那未来就是等营运跟启用，那代表的就是刚才市长提到的，我们这几年其实是很务实的做许多相关的城市改造的运动。那这个地标竖梯其实它的一个造型就像一个起重机的或者桥式机的感觉，就是基隆做一个海港城市特有的一个造型。总统蔡英文对于基隆塔建设相当满意，也期盼蔡适应能够接棒市长林佑昌。基隆特殊的战略位置让这里留下了不一样的历史文化，那我要谢谢我们佑昌市长所带领的基隆队，还蔡适应委员的协助，再加上市民朋友的团结努力，带领这座城市升级转型，让世界看到我们基隆的文化，更让世界看到台湾的美好。以佑昌市长跟适应委员的用心和努力，相信到年底之前，基隆还有多项的建设陆续完工以及持续进步。我们希望未来接棒基隆市的市长是一位熟悉我们基隆市政，与中央团结合作，让基隆进步不间断，那么能够延续这座城市的光荣的一位市长。当全世界越来越关注台湾，不论在观光或者是在国防上，基隆都会是一座关键的城市。我们希望未来中央地方能够持续的携手努力，全力来建设我们的基隆，也带给世界一个更好的一个基隆。蔡英文亲自搭乘竖梯登上中正公园主埔潭，欣赏基隆无敌的海景，用行动证明自己最力挺基隆的建设之外，更期盼基隆塔成为台湾重要的新地标，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到基隆。哎，真的，这个基隆塔将基隆的港城秋山海景色整个串联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举。我们刚刚就请教，刚刚在新闻当中，我们就是有听到，其实这是大家的发想，然后投票选出来，没有想到在我们的市政团队的执行下，真的做到了。我们要先请教我们的徐处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整个的规划跟执行情况。好，那以上任期那个我们就发现那个在东岸这边希望之丘中正公园，那我们要去落实到港城丘的整个山海城的这整个城市的特色要怎么去串联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几个课题需要跟市民沟通。那也因为这样的课题的沟通，我们后来又觉得说东岸大家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希望，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叫东岸快乐实验室的这样子的工作坊，然后邀请了在地的人，然后还有里外的一些基隆的子弟，然后一起回来，然后分组，然后大家就一起分别是怎么上山，商圈怎么再生，然后还有这个环境怎么清洁的等等的议题，然后这些议题学生就去有创意的去提案，
那最后提案的第一名，然后再给防空洞拿去票选，我们在那个新二防空洞那个票选，那票选最后的结果是那个防空那个上山的电梯为第一名，竖梯的第一名。那刚好那时候的现在的设计师是那时候的评审委员，也因为这个因缘际会，他理解了，所以他的心理想法好，那我就来做一个电梯上来。然后这个电梯上来，他的心理想他是非常的浪漫，大家现在的新竹公园，那过去的新竹之星，然后现在高雄动物园等等很多的很多的建设，跟很多很浪漫的一些，还有九二一的这个博物馆也是由邱文杰建筑师来去做。啊，他的想法是，大家如果有看过一部非常浪漫的电影叫做《海上钢琴师》，那《海上钢琴师》一辈子都在游轮上面，然后最后一幕其实是那钢琴师看着陆地，最后没有下游轮，然后他用这个浪漫来暗示隐喻说，我们有机会因为有这个基隆塔，大家愿意下来，然后下游轮，然后走到基隆塔，那走到基隆塔下面，然后坐着电梯到了竹埔潭，然后再从竹埔潭回看整个美丽的一个城市的这样的状况，所以就这个概念。那因为有这个概念，那什么形式呢？他觉得基隆最壮观其实就是桥式起重机这样子的形式，所以他就用桥式起重机这个形式来做它的外观的形式去做。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他一直在看那个角度，最后那个角度就是斜斜的，斜出了义二路跟新四路的交叉口的这样子的部分，然后去整合。而且因为他这些设计，我们的挑战就是这些东西都涉及到相关法令，还有相关的山坡地的规定，还有在很多的这个市民的社区环境里面要把它长出来，这就诚如刚才影片来讲市长所说的，非常的困扰。也还好是有经过这个参与的过程，民众可以去理解。可这个过程中，还是附近的社区真的是很协助我们，因为大家共同知道回家的路可以有个电梯。好，也感谢这个工程过程中大家的包容，好，我们可以持续的进步在这边。所以基隆市的进步需要市民的协助。那我们市府团队，我觉得最好的事情是在事前就已经做参与跟沟通，而不是事后都想好之后才跟大家讲我要怎么做，是因为这样过程然后形成这样基隆塔的这样目前的形式。那我们现在工程已经到最后收尾的阶段，好，相信最快的时间就可以让市民都有机会可以去上这个电梯上基隆塔，进了竹埔潭。那竹埔潭进去之后，其实整个中正公园，我们也应用营建署的钱，还有那个文化局也在竹埔潭做了一些那个改善，然后竹埔潭前的广场里面做的。然后大家如果还记得，从竹埔潭要走到大佛是要走一个大坎下去再上来，非常的辛苦。那我们也做了一个鹊桥，也会沿线有个鹊桥，那沿线可以到大佛，然后一直到义正公园整体的下山的路径我们也做好了。然后现在我们同步正在做的是亲子，就原来的儿童游戏中正公园儿童游戏场也正在做，那希望明年的年中可以把它完成，然后儿童游戏场也做完了。最后一个拼图就是天鹅洞地区，就在义七路附近的天鹅洞地区。那我们现在也争取框列的预算，现在基本设计也送到营建署在做审查，然后现在框列5700万的预算做第一期，然后未来天鹅洞这个整合过去之后，沿着整个中正附近的地区，大概最后一里路的拼图也拼图完了，希望在未来这样子的工程的推进当中，会把整个中正公园也去做相关的改善。哇，真的就是好棒的希望之秋，哎，带给大家无限的想象跟希望。那当然了，我们除了硬体工程之外，其实搭配的软体，也就是我们的义文活动也不少。我们要请教局长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有很多的布展计划，对不对？听完徐处长讲以后，大家对于基隆塔的未来应该充满了想象哦。那我先小小的剧透一点点哦，就是邱文杰建筑师在设计这个时候，其实它是用一个之字形走上基隆塔的一个概念，对我们来说它很有仪式感哦，就是它没有让它直接就穿透就等电梯，而是需要做过一个之字形。我给大家看一个资料哈，这个是未来我们想要在那里做策展，也就是说这是有一些建筑师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那我们就依照这个想法 follow 下来，在50公尺以上会连接一个60公尺的平台。
那六十公尺的平台以后会接到一个茶屋，那我们就在这个茶屋中做一个策展，未来这个茶屋会是当地一个非常重要卖点。大家可以从这里看到，我刚刚提到说，如果吉隆塔跟茶屋，它是大概这样有50公分的距离，这里有60公分哈。那你想想看，这个这样子穿过来，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线。当然了，我们想要给它什么样的一个风貌？其实虽然50公分的海拔并不是有多高，可是它可以看到非常多多元的一个城市的风貌，然后还有整个街景跟整个山丘的一个变化哦。那未来呢，我们希望能够在这里，因为它最后的茶屋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整个开阔，而是有带一点点微光跟神秘的概念哈。那我们希望能够走到这里的时候呢，你看到非常开阔跟辽阔的山景海景以后，你能够来这里呢，在茶屋里面，白天是一个茶行，夜间能够品茗哦，所以晚上跟白天的茶屋跟吉隆塔想要带给大家很不一样的一个看法哦，所以我们借用的是整个中正公园原本的原始林的概念哈，然后有大量的原生植物，那进到茶屋里面，让它有一点点自然感，然后。当然到了晚上，这个地方应该是能够有一个高空的夜景。好，那我想这个策展完成以后呢，我们叫它名字叫空茶屋，可是我们习惯用台语念它叫做康，崩康的康哈，因为它是山上的一个洞。我们刚刚走进吉隆塔的时候，山下有一个防空洞，走到山上的时候它还有一个洞，所以其实是山上山下连接的一个防空洞的一个概念哈。那这个就是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呈现的一个原始的基隆一个场域哦。那最重要的是，来到基隆塔的坐完电梯进来以后，会有非常漂亮的窗景，就是你看到会一望无际的一个景色哈。那邱建筑师在那里设计的留了7个窗景，那这个7个窗景包括有桥式起重机、微笑港湾、基隆地标庙口夜市、中正公园跟基隆屿等哦，你可以透过不同的窗景的呈现，正对它的地理位置，就像一幅画这样。那个窗景可能到时候，我想市民朋友去看了以后一定会更惊奇哦，因为到那里以后，你沉淀心里以后站在那里，你其实看到非常辽阔的一个景象。那可是窗景又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局限性哦，让你。似穿透又未穿透，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创意，而且我觉得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景点哦。这未来总统刚刚也提过了哈，这他相信除了101的观景台以外，我们相信基隆塔会是台湾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是真的，基隆塔串联扮演了串联我们的山海城的景色，当然也扮演了串联我们基隆观光很重要的因子。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曾处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游程都想好了吧？好，其实刚从我们督发处徐处长在谈这个基隆塔它整个的发想跟这个故事，其实这个不仅仅只是一个地标式的建筑，其实它也串联起整个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属于基隆的这样的一个基隆人的一个梦想跟它整个形成的过程的故事。那同时也透过我们文化局的这样的一个策展哦，其实把文化活动引进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在硬体或软体的部分，其实它都是具足的。那对于我们来说，那观光的任务就是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很具有特色的地标式的建筑能够是变成是基隆的一个观光的亮点。那重要的就是怎么串联这附近的一个游程。从它的地理位置上来看，其实基隆是一个港口的城市，所以我们的很多的游客呢，很多都是这个游轮的客人。那当然这几年呢，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游轮没有再到港口来。但我们也看到现在国门再起哦，游轮也即将要再进到台湾来哦。那从整个我们的东岸的这个游客中心，它直接串过来就是我们的基隆塔。那同时呢，它的这个重要的地理位置也可以串接到我们的义二路的商圈，同时再到我们的基隆庙口。那基隆庙口也是
全世界有名的特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夜市哦，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观光的这样的廊带的串联哦，也是在这个地方基隆塔它会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点跟它的地标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谈回来，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过去游轮的客人来到基隆，通常不会游在基隆，好，有时候就是都被带走了，带到哪里？刚刚在影片里面，对，总统也提到了，可能就是101，因为它是一个来到台湾最重要的地标，那就是一个标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来的时候觉得说，哎，我没去101，好像没去过台湾。于是我觉得，在我们基隆就是缺乏这样的一个地标式的这样的一个观光设施，而基隆塔就是在基隆。把这个观光式的这样的一个地标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呢，奠定了它在我们整个东岸的景点的串联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呢，刚刚讲了一个很浪漫的故事，这个海上钢琴师应该大家都看过哈，怎么样让游轮的客人走下来，来到他觉得是很有特色，然后可以对港口或对基隆的景色一览无遗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基隆塔就扮演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哦。所以未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基隆的山海城，那必须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串联。所以包括我们的基隆塔，一直到我们的邮轮广场，到我们的国门广场，这个整个基隆港的这个周边的建设一旦完成以后，它就会变成是一个真正的国际港口的城市，那也是我们推动观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廊带。那同时我们过去也为了服务邮轮的客人，我们推出了观光巴士。那观光巴士呢，它就可以载着我们的这些游客呢做整个景点的串联。所以当我们的游轮客人从这个东岸游客中心过来，那到了基隆塔，甚至到了我们的基隆庙口，其实都可以再搭上我们的观光巴士，往我们的正滨渔港或者是我们的海科馆、和平岛公园这样的一路的这个景点的串接。那整个基隆的观光就是非常具有这样的一个国际的竞争力的优势。那同时我们也为了要行销我们的基隆塔，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个就是我们送给总统的这个微型积木哦。那大家从这个微型积木可以看到，它其实做的栩栩如生，还真的跟我们的这个拼起来又很对，其实是透过动手做就会更有这样的一个纪念的意义哦。所以我想这个也就是未来我们推动观光，除了有特色的景点以外，我们很多基隆的这一些这个产品也是可以让大家透过这样的一个体验，然后呢对于我们所游玩过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带回很重要很珍贵的一个记忆。是，就是要好玩漂亮，还有伴手礼可以带回去，就会加深大家的印象。那刚才听到处长他其实把游程讲得很清楚，就是游轮客下船之后呢，可以到我们的西岸，也可以到我们的东岸，东岸就直接这样走过来，步行很舒服，而且沿途都有商圈，要玩的要吃的通通都有，然后接着搭登上我们这个基隆塔，坐电梯就直接可以到，对，美景一览无余，对，然后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希望之丘，就我们的中正公园，可以看不一样的公园美景，那又是另一番不一样的享受。那这样子基隆市港标杆计划的基隆塔是很重要的一块拼图，这块拼图完成之后，其实我们的市港标杆计划的最后一块拼图也动工了，我们一块来看看。3、2、1，请起床。在基隆市长林佑昌、交通部长王国材、渔地法人蔡思颖等人手持电动凿锤开凿后，基隆东岸邮轮广场串接工程正式开工。这项工程将打造空中跨桥平台，串接海洋广场至东岸市区。即将卸任的基隆市长林佑昌高兴地说，这是市港再生标杆计划的最后一里路。今天的这个邮轮广场的串接工程是我们整个基隆市港再生标杆计划里面最后一里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我非常高兴能够在我卸任之前来进行动土的一个仪式。那接下来工程马上要进行，那会在113年的4月份来完工。那这个邮轮广场的一个平台，对整个基隆市人本环境的一个营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那它会把我们整个水岸边，还有东岸的商场，以及我们的文化中心的美术馆、演艺厅，还有港务公司的邮轮旅客大楼，会整个串接在一起。
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规划跟设计在国际上也是一流的一个水准，那也得到重要的一个奖项。那我希望在113年四月份完工之后，我们整个东岸的这个港边的一个串接它的一个廊带，一定会变成是国际邮轮的客人还有我们国内的民众那来到基隆看到基隆港漂亮最美丽的一面。交通部长王国材也大赞，在基隆市长林佑昌主政下，8年来基隆市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基隆捷运预计明年第4季动工。这段期间，交通部与基隆市政府方面合作相当愉快，未来也将持续深化合作。8年前来基隆看到的是一个黑白的，那今天来到基隆看到完全的彩色，而且多彩多分，所以我想说，在整个在这8年的建设，大家有目共睹。然后基隆捷运现在也已经送到环保署，如果快的话，明年第4季就可以动工，所以整个基隆的发展全国都可以看得到它的进步。我们期待后续交通部去持续跟基隆市政府来做一些合作，持续来进行有一些还在进行中的工程继续把它完成。立法院蔡适应则认为，这项串接工程未来将可提供邮轮旅客更便捷安全的步行动线。蔡适应也强调，接下来在军港西迁后的相关开发案，他会持续努力让基隆往前蜕变，不走回头路。对于我们基隆港市的支持，那除了我们看到这些工程之外，未来包括东军港西迁之后，东岸旧的威海营区的开发案，以及C456我们的港海运大楼的开发案，这个部分未来适应会继续来努力，我们期待让基隆继续往前蜕变，不走回头路。基隆市政府都市发展处长徐彦新表示，这项平台串接工程需穿越市区道路上方，在基隆市是首次尝试，因此主要结构量体将先采预筑方式进行，在不影响市民生活环境的前提下，用最快速的方式建构完成。主要的结构是 的量体跟结构的部分都用预筑方式去做，然后希望用最快速的方式去做衔接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当然国际很多的大工程都有这个经验，在基隆是首次的，所以也是我们极大的挑战，但我们现在正努力去做细节的一些调节跟调整。那未来在做这个串整的部分之后，我们希望用最短的时间展现我们的工程的能力，然后把这个串接工程尽量不打扰大家的日常的一个生活环境还有交通环境的这样状况之下建构完成。哇，这项工程在113年4月份就可以完工启用，到时候我们的基隆港就有全新的面貌。我们要请教徐处，其实它这个空间设计是主要是人本交通为主，以后大家只要散步在我们的田寮河畔，就可以直接接到我们的国门广场，那是一件很浪漫而且很开阔疗愈的事情。我们要请教处长的构想 idea。好，那大家都知道，那个在陈伯会的时候，国门广场我们叫国门广场一期已经完成了。然后那个市长一上任第一年就把这个海洋广场的更新也更新完成了，然后我们也完成了东岸的旭川河口，大家知道以前是有一个桥，然后还有一个好像乌龟要爬过去这样子，两个桥的部分我们也打平，就叫旭川河口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东岸邮轮中心这一个部分的广场现在还在施工中，那未来现在开工的这个串接的工程，就是把这个串到上面之后，会连到东岸商场，然后那个还有可以平面上可以走到文化中心，把这几个事情都串接起来，然后形成的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 U 字型的这个人本空间都已经串接完成了。哈，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这个照片，这就是刚刚谈的基隆塔，因为那基隆塔其实是一个闲置多年的二分局。然后我们也办了一些展览，刚刚那个东岸快乐实验室其实就在这里面废弃的那边办工作坊，那展览就在那个防空洞展览。然后后来经由这样子巨大的工程，慢慢一步一步，也感谢这个那个附近的居民的协助跟那个容忍，来让我们支持我们这些事情可以那个展现。好，然后这个是已经接近完工的一个状况，就是前中后的一个工程的一个部分。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照片，刚刚谈的基隆塔其实就在这一个地区。那如果大家现在到那个信士路的时候，那这一个部分我们并且还做个人本环境，除了骑楼整平，我也并且从车跟车道借了快1公尺的空间做了人行道。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东岸邮轮中心。所以大概我们用都设计的手腕跟港公司一直协调之后，在这边开了一个那个楼梯，未来邮轮客也好，或是现在的东岸的商场，就可以直接从这边就下来，邮轮从这边下来之后，就直接走到基隆塔上来之后，就到了我们这一个中心。那刚刚谈的一二路的这个停车场在这里，这一二路的这个防空洞，它上来之后也可以经由这个路径，就直接上了基隆塔。所以整个东西都串联起来之后，就一路可以串联到刚才我跟大家讲的是整个希望之丘的工程，我们也已经都完工去做了。那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这个儿童游戏场，然后未来会做的这个旁边就是这个天鹅洞附近地区，这整个地区的东岸都会串接完成的。那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刚已经正在拆除的军港西迁，那未来这整个军港西迁这一个工程完成之后，我们预计在今年的那个年底的时候，12月17号左右前后的话，我们也会在这个国门广场这边做展览，来展览未来愿景的一个状况，把这个东西都有整理出来。那刚刚讲的串接工程就在这一块，那这一块串接工程未来就会串接到东岸邮轮中心，并且大家就可以从这里走到火车站转运站的地区跟国门广场。那西二西三仓库也做好了，也正在做招商作业，所以未来西岸的邮轮旅客或是台马轮的旅客就可以用这么好的环境直接到串接，来到东岸商场，来到文化修好的文化中心，然后也可以经由这个路径可以到了这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整体的环境都串接起来。所以所谓的港城丘山海城就是港城市的修建跟这个山丘上的修建。那大家到西岸大家最清楚，就现在的太平青鸟也做好了。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市长的政策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创生，在太平有个地方创生，在委托行地方也有地方创生，在一二商圈有地方创生。这地方创生就是把人、地、物，还有这些经济都把它串接在这里面进行软体的整合之后，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基隆现在最有名的基隆夜市，未来是基隆夜市其实就可以整合的委托行、太平商城、一二路的商圈、新二路的商圈。当我天鹅洞也做完之后，大家如果知道你们要喝好喝的咖啡，其实现在在17路这附近地区，那个16路、17路这附近地区都有很多的很好的咖啡或很好的餐厅都聚集在这边。那整个田寮河的商圈也串接出来了，这整个事情就把这个串接。所以基隆这几年在四港地区的再生，其实结合的是四港再生标杆计划，然后结合地方创生计划。然后大家还知道，其实我们在学校附近地区，像这个关二路的公有土地这附近的这成功国小附近地区，我们也做了校园核心的一个整合计划。啊，另外一个附近就是我们在做的这个田寮河跟西定河跟旭川河的水环境计划，那同步都在进行这个部分。那并且结合外围的大基隆历史场景计划，就是把整个基隆整体的翻新。这个翻新还有一个更重要，其实大家最大的疑虑是这里的道路人本跟骑楼整平，我们也跟中央，我们过去几年已经做了6条，然后跟中央已经未来4年的计划，我们那个上个礼拜也报进中央去争取，那未来4年也会一条一条的把它骑楼整平再做完。那人本环境做完之后，大家还是担心一件事，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停车。所以进来大家才知道，那个上上礼拜的新义国小的停车场的地下停车场已经完工启用的。我们最近这几年的市场，这8年的这个部分，原来是三，在这个附近周遭是3个停车场，我们增加到6个停车场，一倍的这个6个停车场。原来汽车的供给大概1100多个汽车的供给，现在未来的汽车的供给会达到大约3000多部的汽车的供给，所以等于是一倍的汽车的供给提供在附近周遭。所以大家未来来基隆的逛可以逛一天，不是一个半天，好，一天跟一个半天。那接下来挑战其实是我们希望他住2天3夜，好，过夜的事情。那讲到这件事情，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虚线的地方都是重要的公有土地的地方，例如邮局的土地、台电的土地等等的土地，然后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个像那个军港西迁的土地，哇，这些土地都有机会经由更新变成一个商业的，然后住办的，那当然也有可能是旅馆。
那大家就可以住在这边看海景，那配合旁边的观光设施，然后过夜，然后甚至以这为核心去东北角，然后去这个其他的地区，啊，以这个为核心，这样发散出去，整体的发散出去之后，那基隆未来大概就是，在北部首都圈，在海洋里面核心的地区，从这边开始去各地方的部分。那我常常跟同仁分享是说，过去在国民旅游加国际旅游，在整个东北角，我们叫皇冠那个海岸区，啊，是一年是1200万的旅次，然后我们不要讲翻倍，光讲1200万旅次，那这个旅次就会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多。可是人家为什么以前都没来？是基础设施没好，观光景点不够，停车不够，那个人本环境不够，然后我们一步一步也在串接这些人本环境跟相关事情，把这整个都串接起来啊，并且也让除了这个之外，就是大家讲的经济发展、就业率，还有一些房地产的地产的发展，我们也逐步在做。那这个在做的周遭的部分，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社会住宅的计划也在这边，也让大家住得起，哦，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一步一步是有序的去编排去做这个事情。那人家可能去问说，像社会住宅为什么不是8年前做？可是到如果8年前你要做这社会住宅，中央大概不会帮你做。那现在是中央预计会一步一步的协助我们盖这些社会住宅。那为什么能盖？是看到这样子的计划，他才愿意进来去帮忙盖这些社会住宅。所以，食衣住行娱乐的翻转，其实在这几年，光在我们现在谈的不是基隆河谷、基隆这个暖暖地区而已，我们谈的是四港地区这个部分的整体的开发，大概就是这样子的部分。那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光四港地区，光这一个圈，走路大概15分钟的这一个圈，大概这个中央跟地方目前市政府跟中央总共投资，我们现在算起来就127亿的预算在这里面去做投资，127亿快要是我们80%的一年的预算，所以这个预算其实在这8年的投资是非常的大。那当然，我也非常感谢那个整个市府团队一起合作来做这件事，当然也非常感谢同仁，因为127亿要多少的行政的 paperwork 在那边，所以是非常辛苦的。那我们也希望在一步一步让基隆可以真正的去实施到原来所承认大家承诺他的，就是我们是个台湾头啊，然后逐步去改善这样子的环境。对啊，听完真的觉得很感动哎，因为它真的是不只是点，而是线，而且重点是面的全面无缝缝合，把基隆市港的所有景观通通串联在一起，而且旁边还刚刚听到处长分享了好多计划，包括了我们的社会住宅，让大家看到基隆真的是越来越好。那最后10分钟，我们就要请教三位处长对基隆未来的期望。我们先请教静平局长。刚刚听完燕青处长的说明以后，大家应该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挚爱的基隆哦。那他已经翻转这8年，完全脱胎换骨不一样了。我心目中的基隆呢，我当然希望他的进步不要走回头路。那当时我们一起进到市府团队打拼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共同的理念，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光荣的基隆人。那现在看起来我们是做到了。这8年来，我想大家跟我应该都有一样的经历哦，就是你身边会有越来越多认识跟喜欢基隆的人，甚至出现更多他说他是基隆人。那这就是过去8年来，其实我们一直都不敢对外声称我们是基隆人这件事。不过我想过去几年来市府团队非常努力，日以继夜不停地在追赶我们落后的进度。那城市的竞争是不进则退了，如果呢当大家都在进步的时候你没有进步，你就是退步。那我想过去基隆的进步大家看到了，我希望能够延续光荣，我也期待能够一直做个骄傲的基隆人。是真的，我们看到文化局真的很用心，包括了他的那个大基隆历史场景计划，打造了很多基隆全新的历史亮点，那也让大家觉得哦，基隆真的很不一样，有文化、有历史、有山、有海、有景。那当然，景观的部分还有我们的旅游部分，真的也是在国际上发光发热。我们要请教曾处长。是。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执政的价值哈。那这几年的确，刚刚听了许处长的说明，然后还有刚刚我们文化局长的这样的说明哦，其实
整个基隆在团队的努力之下，其实不仅仅是在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四港的中心，其实我们包括我们的暖暖地区跟七堵地区，其实我们也做了蛮多哈。大家知道基隆是一个山，有山有海。好的城市，所以我们都常讲港城丘或者是山海城，那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具备推动观光旅游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过去呢，刚徐处长有提到，就是在整个我们的这一个皇冠海岸的这廊带，其实基隆可以说是在这个皇冠上的一颗明珠的位置，因为我们串接了北海岸跟东北角海岸，所以这颗明珠过去是暗淡无光，但是现在基本上呢，透过这么多的市港的建设，那我想它基本上是具有非常独特的观光魅力的一个地方哦，所以未来的观光推动也不会再是被跳过的地方。那我们在过去林佑昌市长的执政的八年呢，前四年呢，可以说是交通跟旅游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在后四年呢，我们单独成立了一个观光的单位，最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做了很深厚的扎马步的工作，那开始这个城市要起飞，所以我们也开始做城市的行销跟观光的推动。那我想这八年来整个市府团队的努力哈，并没有让我们的市民失望，我们也得了蛮多的大奖哦，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份光荣能够继续延续。同时呢，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这个城市在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这个打底的工作之后，不能再走回头路。是，哎，刚刚曾处长有讲到，就得了很多大奖，真的，我们要跟徐处长来请教一下，哎，真的得了非常多的国门大奖，哎，那当然基隆会越来越好，很多大奖还等着大家继续去争取，我们要请教徐处对基隆未来的期许。其实，我本身以前在大学是学规划的。那我们规划很清楚，所有事情都有它的节奏，我们只要把那个一个城市的发展的节奏理清楚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节奏未来会走向哪里。好，那经由刚才两位处长还有刚才的一些说明，大家都知道是基隆已经翻转了，那接下来其实是下一步步骤该做的事情还有那个接下来的事情，其实某种程度就如市长常常讲，就是即使你想改变它，它还会持续的去做相关的成长。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就是规划它到下一步它就会来了。现在是就是空间有了，基础设施有了，服务品质也到位了，然后产品定位也有了，所以大家一想到基隆都可以想得到它不只是夜市了。像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接下来其实是人才就会进来了，然后产业就会投资，它自然而然就会发生了。那接下来其实要做的事情是让它的发生的品质跟发生的这些调节不要混乱，导致这个混乱造成这样子的效益，原来效益是十倍变成只有一倍或两倍。好，那这个事情我是觉得未来期许应该要去处理的事情大概会是这样子。那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我也常常跟同仁分享，你在大安区开店，你不会讲你的服务人口，你服务的人是大安区人，你想服务的就是首都圈的人。那同样的，未来在基隆开店也好，办公也好，你要服务的人，还有在基隆的公务人员，你要服务的人是大台北首都圈，甚至是国际邮轮旅客。那这样子的想法之后，我们要怎么准备？好，那这些准备好了之后去迎接他们，我们才可以去做下一步。那当然，更大的挑战其实是，我的想法就是，我们是一个海洋城市。所有靠海的，例如水上的像活动跟相关的一些这个海洋的一些资源，我们要继续的更努力更加倍的去做这些事情啊。再来实际是还是环境的人本的部分，因为大家都知道越人本的地方越有人味的地方，加上基隆的美景跟海洋跟这些自然资源跟山海城这样子的串接起来，其实基隆的未来其实是会变成一个全世界都想来的地方，所以未来我们不仅是要服务大台北首都圈，我们会是一个全球的港口。是，基隆就是全世界的都市。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哦，带大家看见打开国门的全新景象，从港城丘直至希望之丘的魅力，基隆丰富了这个城市的文化蕴底，也让基隆变得更宜居动人。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